弱小女子，竟敢刺杀本司令，说，谁派你来的？老鬼子，有本事你就杀了我！想死，没那么容易。我要叫你生不如死。姑奶奶，我就是变成鬼，也不会放过你的。总司令阁下，把她交给我吧。 一定会让他供出同伙。承认。头，鬼子进来了。大喊月月，守住门口，挡住鬼子，尽量拖延时间。好，其他人跟我走。 出去挡住他们，把他交给我。嘿，嘿！就你们几个无名鼠辈，想杀死我，自不量力。老娘今天就是死，要杀了你！
走。
把东西交出来！把东西交出来！不交！你到底交不交？不交！ Sayonara！ 我交。 我们替南京30万冤死的中国同胞报仇雪恨。 教训你们这些有人养没人教的混蛋王八蛋！哼，口气还不小啊！